搭配宝格丽的Burberry 的宝珠以及Celine的礼服，我自己很满意今天的搭配。因为我的心情呢是非常紧张，紧张到我现在自己的逻辑不是很好，所以请多包涵。Burberry 的宝珠，待会很期待可以坐在许多偶像的旁边。没有心情得奖，所以也就不知道得奖的话要怎么办再说吧。you